人在完美，精神也需要指引，心在坚强，情感也需要慰藉。若有人能陪，就是莫大的满足；若有心能明，便是最好的心语倾诉。人之相处在于真，情之相守在于心。情是一天一天换回来的，心是一点一点处出来的，人生也是一页一页真实的翻过来的。一辈子并不长，下辈子未必会遇见，请好好把握和珍惜你现在身边的人，错过了也许这辈子就是永远的遗憾了。缘不贵多，心诚则行，情不论久，心细则浓。真心对一个人好，无所谓有所回报，默默付出一份情，只在乎重不重要。誓言再美，也比不上一颗融入生命的心，承诺再多，也比不了一直心疼你的人。友情无需多言，人生路途中风雨如伞；爱情无需轰烈，平平淡淡中相依相伴。很多时候，有一份懂得便会温暖心怀，有一份聆听便会驱走烦恼。生活中有爱的陪伴，即使苦内心也甜。人与人之间总有邂逅，心与心之间总会生情。一种感情无关年龄，只与清心有染；一种思念无关距离，却可以海枯石烂。感情没有模板，只要感到心暖；相处没有形式，全凭轻松自然。只要说出的话有人愿意听，就是温暖；只要心里的事有人愿意懂，就是真情。最深的爱总是风雨兼程，最浓的情总是冷暖与共，最懂的人才是最暖的伴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